那你今天过节你想做什么？啊，我平时过节都一样的。哎呀，今天都吃螃蟹节了。你有没有什么给我说的呀？你是不是今天要请客？对呀、啊。叫亲戚奶奶他们吃饭。对，今天还在。嗯。哎，菲儿他喜欢吃那个火龙果呀。哎呀，不喜欢。他喜欢。不喜欢。你不信？你看评论区还有他的截图。哎呀，不喜欢。好怀念在这个非洲的日子，一块钱一个芒果。那你就是六块五毛八。六块五毛八一斤。这个有几斤？这个还是一斤左右，一斤左右吧。一斤的可以够。嗯，看一下啊，够芒果十块钱，才能够买十块多的糕。一周晚上，部分愿意你和优惠你们六点八。阿姨，你在我这儿可以哈啊。嗯，好。啊，那个，啊，那个，嗯。嗯，这个红油肉的怎么吃？啊，这个是炖汤的。炖汤喝的。嗯。没有肉了怎么炖？这个骨头就是喝汤的，就是骨头就是炖汤喝的，就不吃肉的。我后面小孩子喝的有劲呢。喝的很有力气啊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两百块。两百块，放的便宜点，我买吧。就两百块。啊，我一百九，好，成交，190。啊，我爸平时买的都是150。190成交，没有卖的150。好，给我这次吧。好，为了大鱼就给你装一下啊。这个怎么会六？不会不会。这牛头还是挺大的。我给亲戚洗衣服，下雨，我在我烧的火烤了。我来一点这个东西，就是和这个东西，这个偏香。对，有，我给你拿。阿姨，你买这来我们家吃饭。老子烧的我不吃了，我们很多菜，不吃糟蹋了。昨天做太多了。昨天做的。我去换一下衣服，我冷了。哎，我早都穿秋裤了，看我这是毛裤。写完了干嘛？写完了，出去玩耶！
想去哪玩？去跟我帅帅玩。那你想不想去肯定？No problem. 嘿，你哇，好香啊！我都流口水了。老李，这个螺的鸟好小，我们家好大呀，是不是？你们家那个是脚比较大，我感觉耳朵差不多呀。这个要不要谈一个？算了吧，咦，飞弟，哎，老板，我都闻到你的味儿了。咦，我以为什么味道？香味。高粱茶，高粱茶一个。你尝尝这个肉。等一会儿吃。你吃，你尝一个。给你喂一口青椒吗？不要，我不吃的。啊，没事，多吃一点啊。好吃，吃一点，我们两个都长胖了。小六，今天你在这里吃吧啊。我吃过了。过节一起嘛，一起。对，啊，我去请教。好。我去叫阿姨。好，你去叫，麻烦你。没事。啊，你去叫，快点。咦，菲妮，你这炒好多菜呀？没有，这么多。更少呀。你看，这么多。我去叫王珊珊和王仔仔过来吃呢。好。又下雨，要打伞。我这有帽子呀。你不打湿了。菲儿，你吃猕猴桃剥剥皮啊？你剥不剥皮？啊，菲儿。阿姨还没做。阿姨过来做，琪琪啊，来都坐，这里给你坐，琪琪都坐，来有一块，别坐，别坐，快点，好，谢谢。好啊，够了，别干太多了，够了。哦，你吃这个啊？我不要，谢谢。还有这个，我自己夹。完了都夹菜呀。